配合你大学自己的特色，你想要发展 的这个目标，然后呢，那把你的资源集中，那是做一个有系统的一个来做规划。那这样的方式呢，你推出来的 USR 才能够真正的协助地方。这一次的成果展，慈济大学以两个计划来进行发表，一个是回蓝风华，另外一个则是以食为主轴，结合在地小农，支持在地的友善生产方式。